地藏菩萨本愿经，各位观众，请大家翻开经本第76页。76页，尾仔算倒转来，第四行上下面即句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来念一遍。修处普供六未来世诸众生等，十方十昧，见诸鬼神，乃及诸行，十比十提，十求十探，十恐十怖，此皆是一生十生，毕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处。未得出离，无处希望福利救拔，当过宿舍骨力，书作方便，远离恶道。咱顶一次讲到这段啊，那么这段呢，就是佛甲咱讲，咱若是在梦中啊，或者呢啊，这个不是梦中啊，这个问题就是讲。有当下目睭小开一个啊，看到一个鬼神以及种种的诸行，或者呢啊恐怖的境界，这拢是过去生中的一个家亲眷属对着恶道啊，希望呢一个宿舍骨力啊来修复来个超度，所以有真侪同修呢。讲阿无学佛的以前呢，敢那这款梦较少；学佛了后呢，敢那真多。那么咱看到这段经文，对当了解，鬼神有报得的五种神通啊，所以讲一会当看到人间啊，甲伊过去生有姻缘的人，伊就去啊托梦啦啊，伊知影你即马在学佛，才有法度帮忙伊啊，所以呢。学佛的人，这个情形会较侪一点嘛，这也无要紧，啊，大家唔免惊啦，啊，这都是你过去生的家亲眷属对着恶道，伊知影你即马在学佛，来要求来拜托你来个超度，啊，所以这款情形呢，但要安怎来个帮助呢？下面啊，佛就继续给咱开示，请看经文，普供。逆意神力，天使眷属，令对诸佛菩萨上前，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记数三遍，或七遍。如是恶道眷属，惊声悲喜变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应不休见。那么这段经文，咱又看到佛真清楚甲咱讲。你若这种情形呢，啊，一个佛呢交代普供菩萨呢，用神力啊，予咱这用相的观相呢，啊，认识这件代志啊。那么对佛菩萨上情呢，至心家己读此经，你家己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或者呢啊，家己无多读。请法师还是请同修来读，拢可以。记数三遍或七遍，啊，那么这个三遍、七遍拢是一个数字，啊，上少三遍啊，或者七遍。啊，当然呢，啊，愈多是愈好啦。那么三遍、七遍呢，这是一个最低的一个遍数。即大家。即大家呢，咱看到自心啊，自心自读此经，所以讲有人讲未使读这部经，这无根据啊！啊，你看地藏经，佛明明甲咱讲，自心自读此经，自就是自己读这部经啊，而且请别人，大家来共修，一直斗阵来读。啊，哪有讲袂使读这部经的呢？啊，所以讲袂使读这个地藏经，啊，在家人袂使读，
这拢是无稽之谈啊，无根据啊，咱袂使相信，咱一定爱相信经上佛讲的为标准。那么，你这个经呢，读三遍、读七遍啊，这个恶道的惯相呢，这个经声必是变数，伊就解脱了。伊若得到解脱呢，你在梦中永远袂阁看到这个情形啊。你咧上天好的呢，伊得力了，伊超脱了。那么这拢是事实。佮再看下面，修处普供六未来世有诸下贱顶民，亦罗亦比乃至诸不自由之人，各地宿业要忏悔者，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切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顶民尽处报效千万生中，上生尊贵，更不经三恶堕苦。那么这是讲咱一个人间呢，总是有一挂较无自由的人啦，无地位就是下贱。那么这就是过去生的恶业。如果自己若降恶知影这个自己作业爱忏悔忏悔就是改过自新亲像伊叫了凡四训，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这是真正的忏悔。搁再至心来瞻礼地藏菩萨形象那么一七日当中来礼拜地藏菩萨，来念菩萨的圣号满万遍，就念一万句啦。那么这个人呢，至心这个报了后呢，以后搁再去道生，搁再往生千万生中上生尊贵就是讲未搁再做下贱。这个无自由的人啦，会生在尊贵之家，更加未经历三恶道苦，未对三恶道，那么这个功德利益呢，就非常不可思议啦。搁再看下面，修处普供六未来世中阎浮提罗刹利波罗门中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善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敬畏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新生子，或男或女，须有永不变的解脱，安乐以养，寿命增长。六生福生者专精安乐及以寿命。这段经文呢就是讲咱这个世间啦，这个生产或者呢生达波的生查某的你乃当七日之中呢，有怀胎的时阵，对待来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一旦搁再念地藏菩萨的名号满万遍，那么你这个生产的囡仔呢，过去生若讲有做恶业、有宿殃，那么这个父母家亲眷属，甲上一部经典来甲回向伊过去生的这个灾殃伊就会当解脱，会当消毒，安乐以养就讲较好药饲啦。囡仔呢，有诶真歹幼齿，搞毛病。即做父母诶人呢，都真头疼。那么这是过去生恶业。如果会当先甲上这个经，囡仔生出来呢，也会较好幼齿，寿命增长。寿命呢，会当延长。那么这是讲过去生呢，伊若做这个恶业，
这个父母啦、家亲眷属会当甲读这部经，念地藏菩萨圣号来甲回向，那么会当得到一个功德利益。啊，这有真侪人啊，上这个经呢，啊，这个生善啊真顺时啊，囡仔呢也好有趣。若是幸福生者，转经安乐，极易寿命。如果伊家己过去生都修福来出生呢，那么即卖会当搁甲上这部经，念地藏菩萨的圣号甲回向，那么伊的安乐呢，又搁再增长，伊寿命呢，搁再延长，增加伊的福报。所以，不管是过去生，这个诸恶有灾殃，也是过去生修福来享福。他上这部经，这个功德利益拢会当得到。搁再看下面，修持普供，若未来世众生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是诸日定诸罪结集。定期停当。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十斋日啦，十斋日呢就是为这来，为这段经文来，一个月拢总有十天，那么每一天的日子呢都写得很清楚。那么这个日子呢是算农历，算农历，因为过去呢咱中国呢是算农历啊，不是算咱即马即西洋的新历，一定是算农历。那么农历呢，上最是三十日啊，到甲三十日。那么后面呢，即二八二到三十呢，就即个月尾呢三天。那么有当时安尼月朔，月朔是二十九日了尔。如果呾等到月朔呢，你着向前进前一天啊。比如讲啊，即个月是二九日啊，那么这个二八二到三十呢，就改做呢二七二八二九，啊，佮进前呢塞一天。如果三十日啊，那么就照这个经讲的二八二到三十，这个就是十斋日。那么十斋日呢，就是咱南阎菩提众生的这个诸罪结集啦，啊，后做善业，后做恶业，来定期轻重。每个月呢，这十天呢，拢有定这个罪业的轻重。下面啊，讲南阎菩提众生，各自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诸情杀害、速度、邪淫、妄语、逼迁、罪证，名以是十斋日，对佛菩萨。诸现行上前，读时经一遍，东西南北必有顺利，无诸灾难。当初居家六中六有，现在未来不迁岁中应离恶处。另以十斋日每转一遍，现世另处居家无诸患病，以十方益。啊，那么这就是。劝咱呢，在这个十斋日呢，拢会当对佛菩萨圣相面前啊，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一遍啊，这个功德利益啊，真大啊！东西南北必有顺利呢，无诸灾难啊！有一挂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小灾难呢化作无灾难。当初居家六中六有。那么在这个家庭里面呢，中就是年纪较侪，幼呢年纪较少的。现在未来必迁岁中，应离恶处，都未对恶道了。那么这是佛菩萨呢，大慈大悲啦，讲咱南阎菩提众生呢，这个举止动念呢，拢是罪业，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所以劝咱啊，在这个十斋日来上这部经，上经啊，
消灭咱的罪业。搁再看下面啊，四果普供，当地地藏菩萨犹如是等，不可说，必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之处。念佛众生以处大事，有大因缘。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字五字，或一句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世必千万生，上得端正，生尊贵家。那么这段啊，讲咱念菩提众生啊，甲地藏大师有大因缘啊。那么地藏菩萨呢，甲观音菩萨啊，会使讲在咱念菩提，大家呢对这两位菩萨的缘啊真深啊，这两位菩萨缘真深啊，尤其呢。但那是去大陆九华山呐、啊，去吊山有真侪人啊，吊九华，九华。那么九华山呢是地藏菩萨的道场，啊，那么咱道师净空老和尚呢，伊的家乡就是在罗岗，啊，在九华山呢，路来开车两点半钟，啊，甲这个地缘呢真近，啊，所以咱同修呢。最近这几年呢，啊，每一年呢，拢有去过九华山一遍，啊，去过九华山一遍。那么这说明呢，甲咱这众生的缘真深，啊，甲观音菩萨同款，啊，甲咱这念菩提、娑婆世界众生呢，有真深的缘分。那么众生会当闻到菩萨的名号，见到菩萨的圣像啊，乃至呢闻到处经的三字五字，或者一句一句一句的经文啊，这真少啦。现在殊妙安乐啊，现在呢会当得到殊胜妙乐。为什么会当得到殊胜的妙乐呢？实在讲啊，经文你若真正理解，依教奉行啊，实际上呢，一句一句呢，生活有余啊。啊，《金刚经》讲一世故机，这一句就当帮助你生活了。啊，所以佛法呢，实在讲了嘛，免说的啦。啊，你若一句用会着呢，啊，真正如理如法去修，啊，生活都存啊啦。啊，所以讲得到殊妙安乐，这是必定的，啊，必然的。但是重要呢，就是讲你是不是对这句经文有真正理解，真正落实在生活中去实行。啊，这是关键。那么不但是安尼呢，啊，未来之世必千万生上得端正啊，当然呢，这就得到福报啦。啊，这端正是福报，生尊贵家，啊，生在尊贵之家。可再来看下面，你是普供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意，乌龟合掌修壁佛言：“世尊，我究竟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势愿力，为未来众生天地利益，故闻如来为念顶受。”啊，那么这段呢？这个普供菩萨呢，那么对这个世尊来报告，啊，讲我已经真久就知影
地藏大师呢，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以及大势愿力，啊，伊是为着未来众生，啊，要这众生知影，啊，一个依照地藏经来修学的功德利益，啊，所以呢，才会请问如来，啊，为莲顶受啊，啊，受是接受。那么要怎样让大众来修持呢？当然啊，是要有一个名称，下面啊，就请教世尊啊。世尊当何名取经？孙悟温何流布？这是普供菩萨呢，听到释迦牟尼佛讲地藏经讲到这啊，那么请问了啊，这部经呢是要叫做什么名称？啊，我们安怎来流通？总是要有一个名称。佛告普供：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舍利经。原始菩萨九万劫来发大等愿，利益众生，是故逆定依观流布。普供文义合掌恭敬，足礼而退。那么这部经呢，有三个名称啦。第一个名称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第二个呢地藏本行，第三个地藏本舍利经。啊，那么翻经的法师呢，采取第一个啊，地藏本愿啊，所以这部经呢，咱即马就是以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来作为名称。嘛，这个第六品呢，咱就介绍到这大家啊。下面呢，请看《利益尊王品》第七啊，请看经文：你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必复言：世尊，我观是阎浮众生，居心动念，无非是罪，脱色现力，多退初心，若有恶言念念。精液是定桂林如日泥土，富于荡荡渐困渐荡，逐步沉睡，若得无地色，特意减负逆转依附，是地色有大力故，修相辅助，宽令落卡，若达平地，殊胜恶路，无在经历。那么这段呢，这是一个譬如啦，譬如讲这个做罪业的众生，这地藏菩萨呢，那么别复言来讲这个阎浮提众生呢，起心动念无非是罪啦，为什么起心动念无非是罪呢？咱老和尚讲经常常开始。众生都有自私自利的心，都是为了我，为了自己。第一个念头起来就是想想着为我的利益。那么这念心就是罪，就是业。那么有当时呢，听到善知识开始五年呢，会发起一念的善心，但是呢，无外久就搁退去啊。那遇到恶言念念增长。那么，这就是形容呢啊，咱敢那像打落烂残啦，打落烂残呢，佫打真重打，当然愈烂愈深啦。这是形容呢，阎浮提众生做恶业呢，对到三恶道愈堆愈深，业愈做愈重啦。如果有的地性呢来个减轻一下，或者呢全部加负担起来。这是这位贤弟是有真大的力量啊！那么帮助呢？离开这个恶道啊，六达平地啊，就是讲接引伊离开恶道，到个善道啦。那么劝这个人啊，唔好搁再行恶路啦，歹路唔好搁再行。但是呢，这个恶业也是真重。能够看下面经文，
世尊十恶众生将仙佛干遍至无量，是诸众生犹如初食，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以为失福，以诸尽乐啊！啊，这众生恶的习气呢，也是真重。然后一念恶的念头起来呢，啊，都发展到无量无边。啊，咱来怎样呢？一念恶，尽虚空遍法界。一念善也是尽虚空遍法界，啊，所以讲呢，十恶众生，这个习气真重，恶业的习气真重。那么一念之间呢，都无量了，遍至无量啊！是诸众生犹如初食啊，那么咱这众生呢，都、就是有这恶心的。啊、那么临命终时阵呢，父母眷属以为失福，爱去修福啊？为什么呢？在生做恶业啊，临终的时阵啊，伊家己也无法度通修啦，只有靠家亲眷属这个时阵来个帮助，来特意修福，以助前路啊，这个就真要紧啦。涉嫌犯戒及连有定、啊、那么这东西在三宝啊佛门内面啊修功德，涉转读尊经啊，也叫读经啦、啊、那么尊经呢，当然啊，除了地藏经以外，一切大乘经典拢可以啊，拢可以读诵来个回向。涉供养佛像及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利。一名一户立临终临尼君学文在本色，那么学者呢？你读经啊，或者供养佛菩萨圣像啊，那么乃至念佛菩萨的名号，那么这都是咱即马一般助念啊。你看你助念呢，即大家经文也出着根据啊。一名一户立临终临尼君。是文在本色啊，好听入去啊。虽然这个病人呢，伊家己无法弄念呢，但念我听也对伊有帮助，也帮助伊呢正神观啊。虽然这个人伊在生无学分啦，在生呢你叫伊来念佛呢，伊也无要来念啦啊。放念佛机我听，伊家己静静起来。但是等到伊在咧临命终的时阵呢，伊就无法度啊啊。你念我听呢，伊嘛是。一定乖乖爱听入去，啊，听入去呢，都对伊有帮助啦。啊，所以呢，这是临终的助念啊，即大家就讲临终助念啊。那么助念有啥物功德呢？啊，你若个念佛，不管念多一尊佛，还是多一尊菩萨的名号，一名一号立临终临尼君啊，好听到。是文在本色啊，文在本色就讲，这个人呢已经昏迷不醒啊。啊，但是你个念呢，伊这个第八色也是感受到啊，甲正这个善根啊，是诸众生所作恶业，皆其感果必对恶处啊。如果伊在世呢，若拢做恶业啊，计算伊应该所感的果报呢，必定会对着恶道啦。原是灌输为临终人修处圣因啊，缘就是讲有这个因缘呐。伊的家亲灌输呢，会向个助念，为特临终的人啊，修这个圣因，这个圣因就念佛落听啦。啊，是如是众罪悉皆消灭。那么，一这临终的人啊，伊这个虽然有真多罪业啊，那么你个念佛呢，伊。这个罪业拢消灭掉、啊、所以这个《佛说观无量寿经》呢，嘛甲咱讲啊真清楚。临终那至心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会当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所以临终呢，念佛的功德上大。
六灵定为心系之后，七七日内工作众生，令数时诸众生应离恶处，得生人天，修行妙乐，现在灌输利益无量。那么啊，这个临终的人，那是死了后，那七七四十九天以来呢，工作众生啊，这点要真注意啊，袂使去啊杀生啦，啊去啊做一寡做恶业的代志啊，一定呢爱修仙啊，修仙呢上修行的仙，就是在三宝里面修啊，比如讲弘法利生啊，就像咱即马咱导师净空老和尚啊，伫新加坡净宗学会啊所讲的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VCD 啊，咱会当给做一寡呢，送给人听，甲人结缘啊。那么这个仙呢，最不可思议啊，以及其他的经典也可以啊。这个劝人感悟的仙呢，是第一大仙。那么你来当安尼个修呢，令数时诸众生应离恶处，当使这众生呢，永远离开这个恶道了，得生人天，修行妙乐啊，行到人天都。这个享受殊胜的妙乐啊，这个乐呢，享受当中也感悟啊，叫做妙乐。现在灌输利益无量啊，现在用上的这个加轻灌输呢啊，得到利益无量无边啊。那么这尊蒙两利啦，在生的人啊，甲往生的人两方面拢得到殊胜的功德利益。是故五经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以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信物杀害，及作恶言，拜祭鬼神，求助妄量。何以故？逆所杀害乃至拜祭，无谦和之力，利益妄人，但结罪言，专精侵当。假使来世习善在生，得习圣分，生人天中，原是临终必自灌输，造是恶因，亦令是命中人用类对变，满生善处。何况临命中人在世未沾有效善根，各其本业自受恶处，何令灌输更为正业？这个在这呢，跟我们讲不能杀害，不能杀生。这个临命终这个时候，有的人不知道，他在生就吃醋，我们也就跟他拜醋的，就跟他抬低刀羊杀生。杀生呢，会增加这个往生的人的罪业啊。本来呢，也当往生到善道呢，无底的这个加轻灌伤呢，甲做这个杀业，所以对着恶道啊。那么这就非常非常的可怕了啊。所以讲，劝以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信不杀害。唔好杀生啊，害命啊，以及做其他恶言，做其他恶业啊，杀生来拜鬼神，求助妄量啊。那么这不但对亡人无帮助，反倒转来增加伊的罪业啊。如果伊家己呢，然后修一挂仙，本来会当升天啊。如果家亲惯上了。唔知影啊！甲杀生来甲拜，甲做这个恶因，这个命中的人呢，啊，到阴间去呢，啊，去咧对边啦，用类对边，啊，远离往生到现处，啊，伊家己本身呢有修善因，啊，这个家境惯相呢，伊往生了后，甲做这个杀业，
拜鬼神啊，对，也去耽误着伊往生到善道的时间，啊，去连累着。啊，何况林明忠这個人呢，在世未尽有孝善根啊，家己在世呢，拢无做过一点啊善根善事。啊，那么死了后啊，这家亲眷属无知，搁再加杀害众生，拜祭鬼神，当然呢、啊，根据伊的本业。啊，搁再呢，加上这个家亲眷属，搁做一挂恶业，甲天大当，自受恶处，自然呢，就去感受对着恶处的果报。啊，所以讲，何念眷属敬畏正业啊，讲这个家亲眷属呢，本来使忍心呢，搁再增加伊的罪业呢，伊都在罪业都在当啊，你搁甲加一挂，啊，下面就甲咱披露啦。讲譬如有人从远地来，转牛三日，所负担物强过百斤，覆于林林，竟乎消物，一时之过，转受困难。啊，那么这是譬如啦，比如讲有一个人呢，为真远的所在行来，已经三天无食啦，转牛三日。那么不但三天无食呢，身躯呢，佫担这个一百斤的物件，三天无食，佮担一百斤的物件，这体力呢实在讲呢，已经支持袂了啊！啊，但忽然呢，啊，这个边爱人呢，佮佮摕一挂物件呢，佮摕几斤啊，佮佮囥在顶头啊。那么咱会当想会到啦，这人呢一定马上就倒落去啊！啊，本来都咧记载袂了啊，啊，即马佮佮天大动啊，所以讲转受困难啊！啊，这就讲。形容呢，这个无知的这个家属啊，临终这个人呢，伊家己都无做善因啊，本来就会对恶道啊，啊，即卖呢，搁再甲杀生祭拜，搁再增加伊恶业啊，所以呢，对着恶道对着搁较深呢，时间搁较久的啊。那么下面啊，这个世尊啊。这个地藏菩萨啊，搁在对世尊来报告啊，讲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念依住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摩一提，一沙一尘，如是利益色界诸谛。啊，这个地藏菩萨呢啊，搁在甲世尊报告啊，伊讲阎浮提众生呢。乃当在佛教当中啊，乃至呢，一做善事呢，一摩一提，一沙一尘，就讲一点点的善事啊。虽然一点点的善事呢，如是利益色界诸谛啊，做恶业呢，也是家己会去感受；那做善业呢，也每一点一滴，拢家己会当得到啊。那么，这就是给咱表示。咱修仙在佛教当中修仙的，纵然一点点的善事呢，也袂白费啦。啊，绝对呢，福不动观，袂白费啊。说是故事，会中有一种者，名曰大辩。是中者究竟无生，化度十方，现中者身合掌恭敬，闻地藏菩萨言：大师是南阎浮提众生临终之后，受大灌输，为修功德，乃至实在助众善因，是临终人得大利益及解脱后。那么这段呢？是在这个会中呢，有一位中者、啊、叫做大辩、啊、那么这位中者也不是普通人啦，已经究竟无生，真久就证到无生法力，化度十方啊，佛菩萨啦化现的。那么伊是在这个时阵啊，实现这个中者心啊，也参加这个地藏菩萨的法会。这个时阵呢，一起来啊，合掌恭敬，
来问地藏菩萨讲啦，啊，讲咱南阎浮提众生，那死了后，这家亲眷属来个修功德，啊，乃至食斋，食斋就是请出家人食饭，啊，以及做种种的善因，啊，这个命中的人，伊得到大利益，伊就解脱，伊就解脱无。是不是会当得到解脱啊？得到大利益啊？这个意思啊，就是安尼。地藏答言：中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其事啊。那么地藏菩萨呢？啊，当然啦，态度也是真谦虚啊。讲中者，我今现今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佛威力加持啊，大量呢来讲这个代志。中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念名众力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悉得解脱。那么这大家呢，一开始呢，地藏菩萨就讲了。未来现在诸众生等啊，临命终迄个时阵呐，乃当闻到一尊佛的名号，加一尊菩萨的名号，一尊辟支佛的名号，不闻有罪无罪，悉皆解脱。啊，那么为这段经文呢，咱又可以当得到一个证明，临终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临终助念啊，这个真重要。啊，临终这一天，这是关键啊！一生修修修呢，最后这一念呢，这个上要紧啊！所以今麦有真侪同修啦啊，讲要起弥陀村啦，有嘅呢，就是惊讲啊，这个临终的时阵呢，惊孙啊呢，未晓处理啊，乌爸母会对着恶毒啊，所以弥陀村就是同修，大家互相帮助。临终的时阵，大家互相助念啊。那么这有的虽然厝的家庭呢有学佛啊，临终的时阵呢，那无经验呢，伊咪手忙脚乱啊，原来呢会出现真侪一个伤害到这个临终的人啊，所以袂当往生。所以这个真要紧啊，临终的助念，临终的处理。这个真要紧。那么为这呢，咱会当知影临命终的时阵啊，会当闻到一尊佛菩萨的名号啊，无论有罪无罪，拢会当得到解脱啊。这是对这呢这部经啊，给咱做证明。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善因，多做重罪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咱来个看清楚。又有男主女人啊，伊家都无讲善男主善女人啊啦，啊，干那讲男主女人呢，都是无修善的啦，在世呢无修善因，啊，多做重罪啊，这个罪业呢做真多的啦。那么命中之后，灌输孝代为做福利，一切圣事七分之中，利乃合一，六分功德成者自利。啊，那么这地藏菩萨就回答这个中者啦，啊，讲这个人呢，在世伊家己若无修什么善因呐，啊，那么临终的时阵，也是死了后，家亲眷属甲做福利呢，七分的功德，伊得一分，啊，在世的人呢，得六分。啊，得七分之一，命中的人啊，得七分之一，在世的呢得六分。啊，那么一定在世的人得到，啊，得到六分的功德，迄个往生的人才有法度得到一分的功德。啊，如果在世的人若拢无得到功德，往生的人更加得袂到。啊，这点咱来知影。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积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未来现在善男女等呢，
等你趁你健康的时阵呢，家己进修啦。啊，每一分的功德拢家己得到。啊，唔好呢，等到讲死了后呢，唔望别人甲咱修啦。啊，家己即马爱进修啦。啊，即句经文就是这个意思。讲无常大贵不及利道，明明有神未得罪福，七七日月如痴如聋。那么无常大贵呢？这就是讲无常真紧就到了，啊，不知不觉呢，命终了。啊，那么死了后呢，这个明明有神呐，啊，蒙蒙渺渺呢，唔知罪还是福。啊，七七四十九九天当中呢，如痴如聋，啊，拢唔知影。讲现在诸事辩论业果，心定之后，其业受生。未七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对于诸恶处得？是命中人未得受生，在七七日月念念之间，蒙诸骨力灌输，以助福力救拔，过世日后随业受报。若是罪人动经逼迁岁中无解脱力，若是我无干罪，对大地界千劫万劫应受重苦。那么这个是七七四十九天里面啊，啊无业啊无定啊无去投生啊，唔知要投喺善道还是恶道，啊无确定啊。那么这个当中呢，千万愁苦啊。这当中呢，受真侪忧愁痛苦，何况呢，对于住恶处啊，那对了恶处呢，啊，更加苦啦。那么是命中人，这个人死了后，还未去投生，还未往生啊，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内呢，念念之间啊，希望在生这个骨力灌伤呢，更加修复救拔啦。啊，如果呢，经过七七四十九天，伊就随业受报。啊，那是做罪业的人啊，那么对着恶道，当经千百岁中无解脱的。啊，千百岁呢，这就真久啦。啊，无了解脱。那是对我无间地界，对大地界，哦，迄唔是干那千百岁啦，千劫万劫应受众苦。啊，所以呢。但这个做七，就是讲伊阿无确定，阿无对了这个恶道，在这个当中啦，紧来个修福、修功德，回向给伊，这个效果上好。啊，如果一旦对了呢，不过超拔就无遐简单。啊，所以咱这个一般做七，这个真重要。啊，那么做七的一定爱修善，尤其在三宝里面修呢，上殊胜。